我们其实是要，既然是说明会，你应该就针对他们的做一个回答，好不好？看起来副局长也来了，副花旗不知道是谁来的，我不晓得你们工会干那么久，我不晓得会议是这样子做的吗？对对对，因为刚刚会议结束，马上就要发言。另外有个建议哈，这个主书是很爱我，不过还是要有一个发言的时间哦，后面有很多人要发言，对不对？科长，科长加油吧，科长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里长的建议。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哈？每一个人发言三分钟，好，一个人发言三分钟。那我们每三位发言完之后，我们再统一回答。好，那第二位是那个粉红色上衣的小姐。请大家看上面那个图哈。那个林口街80巷才对，请你们的基本资料要改，不然一直错下去哦。那不是林口街，那个蓝色的上方是林口街80巷。好，请记录下来，那个是错的。那请大家看上面那个图哈。那我请我们在座乡亲都住在这边数十年哦，那所以请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。请问你们哦，从民国95年到现在哈。那个福德街84巷有没有拓宽？有没有？请大家回答。没有，没有，因为他们坐在上面，官员没住在这里啊。我们大家来告诉他。那请问那个大道路有没有拓宽？没有，没有。要讲那个没要大声一点，不然没有跟有是一样哦，他们听不清楚。没有，没有啊。谢谢。福德街，福德街有没有拓宽？没有。林口街80巷有没有拓宽？没有。啊，也就是说广慈园区的四周是不是没有改变？没有。啊，请电脑下一页那个园起的地方，在那个园起，不是，啊，好，我们看这一页，你们看那个红字哈，你们看那个红字，红字最先是不是95年，对不对？往下数，95年是第一行。然后95年第一行、第二行、第三行、第四行有没有看到？第四行中间且周边公共设施服务水准不佳，有没有看到？就说95年的时候，都发局他的评估是说我们广慈周边哈，公共设施服务水准不佳。所谓公共设施服务水准不佳，就是说交通的问题、学校、图书馆。这些都不好，那请问从95年到现在，我们马路没有拓宽，请问我们的小学、中学有没有增加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我们图书馆有没有增加？没有，我们不是增加，我们不是说从一变二还是二变三，我们是一直都在零，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改变。好，那现在看下面一段的红字，下面一段的红字哈，下面一段。下面一段的第三行，也就是红字的第二行，他说并配合本府公营住宅政策，也就是说市政府想要盖公营住宅政策，所以他就进行综合规划利用，经评估，也就是说他102年的时候，去年底他就评估，他评估的结果是什么？是周边道路服务水准、停车需求等可复合的前提下，有没有看到？他有没有180度大转变？台北市政府的左手打右手，台北市政府自打嘴巴。95年的时候，服务水准不佳，大家看到没有？他自己写的。102年，这次都市计划，他说周围可复合，所以他就提出一个，请看那个 notebook， 请。调到那个地方，就是社会福利设施用地210变400那个地方。好，上一页。好，你看，所以他就把你们看第三行，把225的这个容积率提高为那个大致的最后一行，有没有？提高为400，有没有？
他为了要盖那个出租的住宅，那出租的住宅当初要盖在地堡的旁边，啊，地堡反对，所以不盖。后来要盖在宝清路那里一个公园，结果反对，那郝市长就讲居民反对，我们就不盖。那你们官员应该都知道这件事，我没有乱扯哦。那结果现在要盖在我们这里，盖在我们这里也罢，他现在要在那一块地上200的容积率要提高到400，可是周边的公共设施服务水准是没有改变的哦，他自己写的哦。那我现在要请问，你们的评估报告在哪里？用什么方法评估？请你们拿出评估报告来，有具体的资料吗？没有啊，就凭你们两片嘴唇合起来就说出来了。哦，以前评估这样，现在评估这样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好，请问200到400是什么意思？我跟大家详情说明。以前的规划在200、210啦，应该是210，不是200。以前的规划210，哎，你秀错章了，不是这一张，请你调到那个210到400那一张。哎，对，这一张，你看哈，它以前是210，现在是400，什么意思呢？以前210如果规划可以到50公尺的话，请问现在可以到几公尺？它的建蔽率不改变，它建蔽率还是40%，请问现在可以到几楼？加一倍。哎，对了，很聪明，就是加倍。你想想看哦。人家别的地方地保不要，他就不盖，他先盖在我们这里，那也就罢了。他现在又来了，他说以前210，现在要变400，理由是什么？理由是以前公共设施服务水准不佳，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尚可负荷。请问都发局，你从这样180度的转变，到底你凭的是什么评估资料？你有评估资料给我们看吗？没有。有吗？你们有看到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以前 BOT 的时候至少还有一个交通评估给我们看，这种180度的这个改变差很大。台北市政府这样漠视都市计划的愿景，严重破坏都市均衡发展跟居民的生活环境，那罔顾居民的权益，这简直就是埋下一颗强迫居民抗争的种子啊！这样蛮横的政策市民无法接受，一定会抗争到底。另外，如果在这个周边公共设施服务水准都不升不合的话，那你们突然就把社府用地的容积率从210暴增到400，那增加了人潮车辆，影响周边的交通环境，不但无法提高本区的生活品质，反而会陷害广慈周边居民掉入痛苦的深渊。都市的建筑是百年大计，就跟我们在养小孩一样，真的不要随随便便。历经了美和市，历经了双子星，历经了种种的这些，我们都不用提了。真的，请市政府真的要听听我们在地居民的意见。你从210调高到400，凭的是什么？你的报告在哪里？请拿出来，谢谢。